是写承重可以什么80公斤之类的吗？对啊，还是60公斤？那八十公斤是底板，那间还是底板，那应该是底板。陈兰生，兰生炒米粉，你好乖。兰生炒米粉是男生炒米粉哎，男生炒米粉，对啊，有比较有名呢。男生炒米粉，男生炒米粉很有名啊。男生炒米粉，男生炒米粉不好吃。